我们都不想打的，对不对？那敌人来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投降要退缩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。我前几天做了一支影片，关于袁弘斌，然后在Twitter上面就爆了。民进党早上就开始开记者会讲这件事情。我2月8号就看到这条消息，但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不敢讲？阴谋论啊，没有人信啊。结果现在一一都实现了。我想问大家，都看到国民党在里面全副武装，对不对？中共这两天在台湾军演，对不对？对。国民党跟民进党说：“你不要碰我。”你不要碰我就没事啊，对吧？你碰我会让你受伤哦。在这个方面说不能对中共讲。你哪怕只拿出一半对民进党、对我们台派的态度，对解放军我都敬你了。天助我们台湾人最坏。台湾呐、啊，让台湾变成我们台湾人的台湾呐、啊，非常的吃苦，非常的艰难。我越来越能理解反共中国人在他们强烈的精神，他们一直有这个压力。这几天啊，我收到非常多反共中国人还有香港人的支持跟声音，但我不能讲吗？我讲出来，哎，我怎么说你？讲出我会吗？陈述，对吧？然后听得进来，把那个中国人的脸全部暴露了，啊，暴露完蛋，全部被颠覆国家的香港人，反送中国人，被吓到，为什么香港人上街？从商业律师协会、会计师协会到后面，越来越多香港，三分之二香港人走出来，他不香港人不相信香港政府的执法跟立法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台湾人今天也是不相信这些立法的人。当初他们还说民进党是东厂，现在东厂是谁啊？国民党啊！对，因为我今天在后面默默的帮大家做很多好事啊。对啊，我非常的担心，很多台湾人对这个中共的认知真的是不足，就觉得国民党这些人可能只是亲中吧，亲中不能不等于亲中共派。哎，我想说啊，我去美国、去日本、去欧洲，接触非常多流亡海外的中国人，自己的家没办法回去，香港我经过很多。在5月初，法国高乐在机场巴黎，中共大使驻法大使鄂密刘辉带着潜伏已久，假装是中餐馆啊、火锅店啊，那些特务全部出来，把反共的中国人从高乐在机场要押回北京。他说啊，你不回去是吧？你叫人在那边，我有10000种方法让你回去。结果这一些人全部被法国媒体、法国警方、反共的中国人揭露，影片都在网络上，非常的惨。英国前几天有一个香港的特务，就是中共香港那个驻伦敦经贸办，被香港政府发现，香港政府传唤他，第一次去法院之后，掩面而跑走，不敢让媒体拍到，太丢脸。他是英国陆战队。结果前两天死了，英国的法院没办法听他任何的资讯，他就被中共人自己又杀死。我就想问，远在欧美国家几千公里都有中共的代理人，为什么你们觉得台湾没有啊？台湾有没有中共代理人？我们要让台湾变成我们台湾人的台湾好吗？国民党、共产党、国共一家亲欺负台湾人这么久，从我爸、我阿公出生到现在，不希望可能要新婚的了哈。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继承我这种每天要提心吊胆，我是要保护人的国家，我要上街。你知道共产党多会常打架吗？大家知道吗？每天打哦，打了两方是哪两方？挺俄的，反俄的，挺俄的。在俄乌战争来的时候，他本人呢跑了，留下来的人是谁？泽连斯基。因为这不是我们的，我会吗？亲中的、舔共的、反共的，我们台湾人保护好自己，我们台湾人下次拜托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我们都不想打仗，对不对？那当敌人来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投降要退缩吗？你知道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那天祥的地方？有一个叫文天祥纪念碑，大家知道文天祥纪念碑是什么？南宋的汉人抗蒙古大军，国民党盖的纪念碑。这个国民党错，我们要敌乱你保护家园，是你在干情派的事情，丢脸！丢脸！好，谢谢大家。